BBC 嘅记者，可唔可以同我做个访问啊？可以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陈元希。我最紧急啊！咁你今年几岁啊？我今年六岁半。咁你个古仔讲咩？唔系你个古仔名叫咩啊？我个古仔名系螳臂挡车。咁个古仔个内容讲啲咩噶？啊？内容讲啲咩？系叫人哋唔好骄傲。咁你平时会唔会骄傲噶？唔会。唔会？哇，好犀利咯，咁咪。咁你同时可以做个榜样啦，又可以教人咯。咁你觉得头先个台度咧，你有冇紧张啊？或者觉得好好玩？有啲紧张。点解啊？太多观众啦。系啊。但系迟啲如果入到决赛，会更加多观众喎。系啊。会吓死人咯。唔会吓死你，咁你想唔想攞冠军先？想。咁你要练咯，嗱呢个比赛俾你练大胆咯，一嚟去二。咁咧，之前有冇参加过类似嗰啲讲故事嘅比赛啊？有。参加过几多次啊？参加咗两次。两次啊？哇，都好叻咯喎！成日上台表演。但系咧，我有一次英文朗诵比赛攞到冠军。哇！咁你咁多可能今次演讲故事比赛都有得攞冠军喎，但系要练大胆啲咯。咁你个故事练咗几耐啊？都练咗唔系几耐啫。有冇一个月啊？冇。冇一个月，即系练咗几个礼拜？我都唔知啊。唔知道啊，咁算咯。嗱，练多几耐，自己可能如果入咗决赛嘅话，而家可能练耐啲咯。嗯。补翻数，咁帮自己加一下油先冇。嗯。好，加油，努力，去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努力！加油！努力！好，唔该晒啦。呢一度。